如果我抽到自己卡的话，我不会告诉你。欢迎大家来到哥哥闹，别闹了，你已经尬到出汗了，你满头都是汗。这是一场剧情实境，欢迎各位玩家来到七个闹影视城。我们来上课，什么课？在强制性规则中，对我好一点，希望他不要骗我。干啥？猴子，呱呱。运用非常规策略，不是文科理科，扮演非现实自我，手段可不浅啊！都说你不会玩游戏，我看你可会玩了啊！破除心理防线，我们先把林更新干掉。探讨人际交往的边界，我也会被人骗。放开！我星期四的课满了。赌吗？不赌。赌吗？不赌。现在觉得自己的脸微微的发烫，彻底凉了。我是你的小天使，九一少女的梦魇，她非常的梦幻。零经验，无人设，不修饰的十四位素人。是否怀有隐藏而坚定的企图心？具备面临危机时的应变，以游说他人的语言能力，我乱说的，爆发出竞争中的生存欲，在八次试炼之后，成为掌控全局的能力者。从刚开始一点一点奋斗，都什么东西啊？这个低位艺术，我觉得像鬼片，像文艺爱情片。失败或为起点，胜利不是终点，他们留下的初印象将触发首个虚拟剧情。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你们见证了我们从头到尾的胜利。金姐，金姐，咱合同签了吗？不行，不，我不录了，不行，我不录了。别激动，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在这儿了，对不对？尝试一下，带一带，尝试一下。你既然知道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为什么要选择开始啊？都是白纸，没有内容，怎么带啊？轻飘飘的。啊啊！这个前方高能。我感觉他就是一粉丝，我不喜欢肌肉男，很傻气。是个学霸，642分，天哪，还好吧？我觉得他应该是那种很宅男的那种。宅男的话不都是那种脏脏的？不是，他是属于那种比较精致的宅，就是吃鸡爪子都要剪指甲的那种。标准的小奶狗，好不好？钢琴王子应该更是你的菜吧？对对对，自认为大家对我评价还挺好的。你照片是张大叔吧？我觉得张放这身高应该当不了大叔。他大概是1米左右身高，所以我想跟张放在一起，永远跟他同框。当镜头摆在就要对准我的时候，就张放基本上看不到了。我觉得到时候节目组可以给他配一个头饰啊什么的，显示一下他的存在感。我先走了。是不是雷佳音的失散多年的弟弟啊？真的蛮像，吓我一跳。对比那个张放和雷佳音，我可以勉为其难的放到奶油小生这个行列。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这张照片很有杀伤力的。我觉得庞宗林应该更吸粉的年纪在中小学生的。我妹妹就不怎么喜欢我。多才多艺啊，我篮球、舞蹈、武术。如果是我的话，我只会网球、跳舞、唱歌都不会。我要是要是我的话，我能写什么才艺啊？他参加过一年级队，他特别爱哭。这么难啊，就哭了那么一次就被记住了，你们真的很过分。哇，187，虽然我现在只是身高压制，但是在之后的比赛当中我依然会实现智商压制。我觉得身高压制这个是事实，但智力压制的话，我觉得大家节目上见就好了。
177的篮球体育生，他胜在灵活，胜在跟腱很强壮。不懂，女汉子嘛是。毕竟像我这种力大无穷的少女还是很罕见的。我有健身狂魔啊，也不是很厉害，最讨厌去健身房的人。但我还是有偶像包袱的人的，有什么事情都会啊，就这个要玩这么大吗？这个蛮好的，我觉得这个没有偶像包袱。他是我喜欢的星，我粉他。我个人觉得丁一一的脸不高级，我觉得我是算是可爱型的吧。难道他是医生吗？兽医，中英日韩四国语言，我让他当老师吧。真的，我没有这个资格，真的做不下去，这个位置越做越慌了，真的。各位芒果 TV 年度综艺哥哥别闹了的预备主持人，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哥哥陈赫。首先恭喜大家历经层层的选拔来到这里，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接下来你们将通过少数派的游戏加深我和观众对你们的第一印象。没了吗？俗派是什么？说完了吗？哎，刚刚那个刚刚说话那个是谁啊？人家说了好吗？下去好吧，陈赫哥哥。Oh. 好，请大家站好。接下来我们的游戏规则是少数派游戏规则，每队每轮派出一人进行抢垫子的游戏，率先抢到垫子的选手所在队伍可以优先派出一人讲故事。如果该组选手说出的故事是独一无二的，其他三组没有类似的经历，则其他三组要关上面前的一扇门。如果该组选手说出的故事其他三组都有相同的经历，讲故事的这组选手要关上面前的一扇门。当一组选手的五扇门都关上时，游戏结束。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个说话那些点里边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陈赫，一个是少数派游戏。对，然后你们对少数派游戏有什么？就是谁少谁赢吧。对，谁少谁赢，然后肯定是要分帮结伙，看这个布局，拉帮结派。对，拉帮结派。哇，所以现在我们是我们挑黄战士，我们三个人可以挑的吧，竞占优势是吗？对，空间加三。好，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接下来我们请进行第一轮挑战，请放音乐。哇！哎，这我在行啊，这个。噔噔，这是什么？这个是打眼睛的是吗？哎，咱们这边还是消化，应该是跳起来。不含笑。哪呀？哪呀？谁不会？巴西的。西班牙，西班牙。哦，哎，这是张芳说的。真的。张芳说的，真的。巴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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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哪儿哪儿啊？英格兰，巴西，巴西，英格兰，好，站站坐下，谁跟他？没有一个人答对。快快换，快换，快换，继续换，换换，准备。英格兰，刺激，英格兰，英格兰，巴西，冰岛，英格兰。巴西不够，欢迎郑钧。李正钧答对。耶！没关系，我们还有，我们还有。好，请所有人归位。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你们派谁出来讲故事？潘潘潘。曾经，整个天安门广场在呼喊我的名字。嗯。
巡回播放，是走散的儿童是不是？是你在做梦吗？天安门广场走丢了，拉你们有吗？北京天安门广场，说出来肯定有点 low。起码，说出来肯定有点 low。因为，什么情况？各位朋友，在他讲完故事之后再说话。因为我8岁那年跟着我家人去旅游，然后我走丢了。说出来真的是吓了我一跳。他们以为我走丢了，其实我是去到停车场去找到我们自己家的车了。他想说他小时候就有车了。重点在这里，那个才是重点。我小时候没车，那我推门。我知道张芳为什么没有车，因为你是80年代出生的。你在说什么？你个机灵后。那时候是你看见你那个妆容，你那个卷发。没有。好了，我们家是自行车。好了。超市好。我想听听你的超市，我想听听。停。再提醒一句啊，不要同时说话。我们接下来继续录制了。好了，给他们关门吧。关门。倩倩说：“来吧，关吧，请你们自觉。1号、3号、4号，请关上你们的一扇门。”好，音乐。我干。那我现在来一轮啊！让你来。我就是拿完那个箭头就往外跑，然后那个是冰岛，阿根廷、德国、西班牙，阿根廷、德国、西班牙，赵子琪回答正确。他们欺负我，我专注于舞蹈。OK， 没事，OK， 咱们靠故事。对，咱们，但是咱们说不到故事。我现在靠速度了，好像。是吗？我还不知道哎。不，这个离我们好偏啊。很偏。也是你们腿长。好，不要低一点。不，你没有。没事。那我够了吗？他们这样做对我们有好处。对啊，下回我们不拿枕头，我们给他搂过来。请你们自觉。接下来我们请听第一组的故事。说一下啊。好。我曾经脑子进过水。不是曾经，现在也是。张放，在他讲完故事之后再说话。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录制了。小的时候学游泳啊，因为特别小嘛，肯定要有安全措施，然后我就把那个泳漂放在自己的手上，然后上半身就能浮起来，但是下半身怎么就浮不起来，于是我把这个泳袖啊摘掉了，放到了腿上，一开始先摘一个，哎，这个特别好啊，然后就把那个套上以后，就整个人倒立在水里，然后我就在水里面做仰卧起坐。很有画面感。天尊，不要低头，你脑袋里的水会倒出来的。我说，来，我听听你们算不算脑子进水。我能吃菠萝吃到喷血。哎，他脑子真的进水了。要说那个关于游泳的，你别只提前暴露了我们的故事。对，你的脑子才进水。我吃菠萝不能算。没有，你要这不能算，证明脑子坏了。忘记我这趴。没有。表达方式来展示。没听见。他这是生动形象的表达他脑子进水。各位朋友，再提醒一句啊。不要同时讲话。接下来我们请听3号的故事。就我觉得脑子进水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洗头的时候脑子也会进水啊，对吧？对，就是脑子里面过了一遍水。对啊，
也算过脑子对吧？也算脑子进水了。那其实每个人都有，那怎么办？你们关上门。没关系，咱们还有故事，我们还有故事。来，送他一首《凉凉》。关门。就同样的事儿，我要说那个在水池里面仰卧起坐，你们谁都不行，谁都推碗吗？是这个意思。音乐开始。哎，我们这次可是女生出战啊，都是女生吗？都放出来，我来这把，我抢。冰岛、西班牙、葡萄牙，冰岛、西班牙、葡萄牙，冰岛、西班牙、冰岛、西班牙、葡萄牙，西班牙、西班牙，你那个不是的，哎呀，你让给我吧。哎，展宇，哎，展宇，不是，另外那个，展宇，另外那个，对。你们凭什么抢我？展宇，对，另外那个，不要抢，别动，走开。其他人先不要动，老爷，先不要动，停。你不早说，害我被打啊！停！好，请所有人归位，开始。冰岛、西班牙、葡萄牙。冰岛、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冰岛，德国，对，赵子琪的正确。Oh no！ 好，接下来请获得抢答权的第一组说出你们的故事。当我讲完这个故事，你们都可以关门了。标题是：有两个男人带我进了小树林。哎呀！我有啊，多呀，多得很啊！你可以关了。难道这不就是小树林吗？不，你听我内容好吧？啊，你说，我跟朋友一块去成都玩，那个时候，就是家里给我打电话说让我第二天赶快回家一趟，就没有赶上高铁，有一辆车就说就带我去重庆，然后我就跟着他走了，我要去重庆，但是我到了内江，两个男人带着我就进了小树林。嗯。然后爬上了一个山坡，到了一个公路上，现拦车，你知道吗？终于拦了半个小时，拦到了一辆车。这个时候我才一路奔波，到了机场，回到了家。不就是小树林吗？我觉得他们讲的故事都太长了 ，so long， 跟你们的人一样高。像我一样讲故事短小精悍一点好吗？短小精悍一点来讲。来，高中的时候我。OK， 停了。没事。王宗林，你有吗？你不是上周才跟别人打了一架吗？嗯。那个我又算。哦，他就是那个最。要不然你们俩现场来一个，就是最有大汉。王宗林就是那个在电梯门口那个两个大汉有大汉。哦，就这样的，就上个月就和我室友上完网回寝室的路上，遇到了三个人喝的，就三个人喝醉了。宗林，你每次讲是，然后对，把我们这，然后对，因为我是真的很紧张，别说，张放你站上去了，那个人又叫着我，我怎么办？对，停。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哥哥，别闹了。你有这个吗？有物理，我知道物理在前面。第一次见面，真诚一点的话。赵一，不要哭，赵一。兄弟，我没有自己卡，来吧。前者有四张自己卡。Fuck， 跟我一字之差，我也会被人骗。昨天晚会有压垮了，别指望赢了。你有病吗？我就算赢不了，我也不想让别人赢。快点！我不惯了。啊！哦！玩家李春心淘汰。淘汰。哥哥，别闹了。这是我们陈赫导师的生活照。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凸起的发黑的眼袋，嘟起了嘴，这是属于一个什么卖萌动作我不知道，就很迷这个照片，不知道来如何评价。
垮了。然后赶紧跳过，不就我这难受。我看，哎呦，这个还好吧？嗯，至少不错啊。从这个来判断是一个精修的一个艺术照片。气泡酒里面插了一个像芹菜一样的一个东西，插在耳朵眼里，这是一个行为艺术啊。可能一个眉高，一个眉低，眼睛一大一小，可能这就是一种病，就是大小眼儿啊。我觉得照片比较点睛的地方，比较帮他的地方，就是把整个维度都修得细长，让他看起来像一个正常的一个男性。七分，属于一个及格偏优秀的一个状态。哎，话说我的青春就是四季的爱情公寓。得了吧，2009年开播的时候你才多大呀？我补看的不行吗？我跟你讲，我的童年才是四季的爱情公寓。段哥，我一二感谢首席社交媒体新浪微博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号，我听说特别合作新闻客户端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特别合作一点资讯界面美柚独家知识平台百度百科，媒体支持凤凰娱乐北青网一块一块一块，中国日报网中国青年网不要扔了，中国娱乐网哥哥请你们看大香网红网南方网大众网中国综艺网猫扑娱乐中公文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